就让我们来看弟兄姊妹给予我们各自的祝福吧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恭喜你们经过两年的训练，即将要毕业了，又要开始全新的一页。愿你们在接下来的日子，舌下时常有奶有蜜，能够适时的供应人。欢迎加入真枪实弹的召会生活。亲爱的同伴们，很喜乐与你们一同参加训练，恭喜你们即将完成两年的训练。亲爱的雅婷及梦玲，在开展时很受你们同心合意配搭及对福音负担的激励，你们是彼此做同伴的榜样。亲爱的纯一，你总是满带笑容，充满喜乐，愿意花时间与人交通，像是冬天能温暖人的太阳。亲爱的玉静，珍赏你的单纯及纯诚，你是一个愿意为人带球，将人放在心上且淋漓火热的姊妹。亲爱的知询，想对你说的话只有一句，就是一切尽在不言中，向着你我永远是敞开的。姊妹们，我爱你们。 Hello， 姊妹们你们好，听说你们要毕业了，祝你们毕业喜乐。那不论你们在哪里服事，我们都是永远活在主耶稣训练的手里。那不论你们到哪里服事，我们都活在基督宇宙的身体里，我也会持续为你们带球，我们一起继续努力奔跑这样的赛程吧，拜。亲爱的同伴们，恭喜你们完成了两年的训练，很喜乐我们曾经一同经历了一年的训练生活。现在每当我经历各样环境的时候，只要想到你们，就又有往前的动力。你们的奉献是我的榜样，你们的蒙恩也是我们的蒙恩。愿我们一生都交在主训练的手里，成为活而尽功用的肢体，一同奔跑赛程，直到路终。虽然与你们只有相处一年，但是却是很丰富的一年。无论是我们在各方面受到拯救，或是经历了你们的代祷与扶持，经历了基督身体的丰富，很高兴你们已经完成了两年的训练了。你们的奉献是我的榜样，时常激励着我。愿主继续祝福你们下一个阶段的召会生活，一同为福音的信仰努力。感谢主。我们在线上自己一生找你训练手里，执着正好不断经历，产生尊贵荣耀大气，请愿主恢复地独特，从我生活工作描起，建造生命预备幸福，见你再来满足。Hello， 樊瑜，恭喜你们毕业了。那无论我们在哪里，我们就像是毕业诗歌的副歌讲的一样，要想神所想的，愿我们都能够继续活在主恢复里面，只等到主来，也很期盼能够早日看到每一位的弟兄们。感谢赞美主。愿你们喜乐，感谢主的怜悯，使我们能
成为同伴，一同有份于训练。很宝贝我们一同配搭，在训练中彼此扶持，彼此激励，过着一同有祷告、有享受、有交通的训练生活。感谢主持神爱所牵引着我们，围在爱里持守着真实，我们就得以在一切事上长到元首基督里。愿我们一生都在主训练的手里，一同紧紧跟随主奔跑属天的赛程，成为合乎主用的器皿，过着天天享受基督、活基督的生活。愿主保守你们，祝福你们训练后的服事的生活，执行神命定之路，在基督的爱中牧养人，天天活基督，天天守经守地的都是基督。亲爱的同伴们，恭喜你们毕业了。对不起，不能跟你们走完这两年的路程，但是你们17个人的毕业，就是我们50个人的代表。不要忘了我们的约定，我们要开展，在全地开展，直到主回来。亲爱的同伴，恭喜你们要完成两年的训练了。因着工作的需要，我到了越南去。看见那里其实也是主工作的合场，借着弟兄们的交通，我才发现青年人无论在哪里都要成为属灵的种子，埋在当地成为召会树。愿主纪念你们要来的服事，还有将来的道路，主要准确地带领我们的这一生，并要在确定的时间点得着我们一个一个的家。让我们相约海外开展见，穷乡僻壤见。